咦，还伸懒腰呢。看着漂亮的吗？这样，看着肥。哎，喂，毛长，毛不长长。叫你的麻子又弄到一个，这老姑娘不愿意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朱香菜农，今天是农历的腊月十八，马上过年了哈，现在是肉食的消费高峰，今天咱们继续杀羊。再来一个，我们不愿意，那肯定是鱼。滚！这老姑娘聪明得很，你看，鱼，你看。万物有灵性啊！嘘，跟人似的，操，别逗我一下，这样弄走。哎，妈！又粘上去了。失恋了，又是。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上午9点整，他明白咋回事。这老姑娘太聪明了。那牵了一对儿，一样的不一样啊！你这种大人的，你不用那个。这俩腿子都该弄。别掉身上，让那边绑上了，这边绑上了。坐下来。是。哎呦，我都直接走了。没杀过成。痛啊！这不能拽啊，拽什么？这屁股不叫了吧？上来知道还是下手吧，亮了。这个，我咋的？啥意思？哎，关键是挂，这是预计的。你以后还得练呢，你不练都中风。不累了吗？叫他过来吧。嗯。别不快。给你打电话。好。不要忘了。我得好忘记这个人。拿好吃。我哪知道你？你要拿给你钱。我这要一个，这好吃。弄点拍嘛。嗯。说这个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先走。带着椅子要换。没几，这不带二玩意儿。要完没下文去？嗯，不完。没多重。没多重，我要不完，我吃不完。
拿走拿走，装袋子拿走。哟，那都给他当袋子装。羊排不够那嘞，还留点要嘞。有杆子吗？